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oco， 今天呢要带大家去森林湖 The Meadows 的项目的现场去看一下。我们呢从尔湾这边出发，现在呢我已经开到 Irvine 和森林湖的这个交界处的这条街叫 Elton Parkway， 一街之隔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从这里出发到这个森林湖 Meadows 这个楼盘一共要花多少时间？好吧 ，Let's go。这条 Elton Parkway 一直往上开，就到了我们森林湖最著名的一个社区，叫贝克庄园，叫 Baker Ranch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Baker Ranch 这个社区了啊。那这个社区的现在它的这个 resale 二手房的单价已经全部突破$550一个 square feet 了啊。首先呢，它曾经的这个开发商也是 Toll Brother 啊，以四房五房为主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这条 Rancho Parkway 这条街，然后我们是往南走右转啊。可以看到这个斜对角正好是有一个 Prada， 那边呢有一个Montessori 的学校，还有 Starbucks。 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开到了这条 Rancho Parkway 的尽头，那这条街的尽头，那之后这个红绿灯就可以往前走，那就是到了这个 Meadows 的整个项目的位置了。Hello， 我是 Coco。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 Meadows 在森林湖的这个售楼处啊，它这个售楼处呢目前还没有开放，因为呢还在这个装修当中，下个月呢售楼处就会搬到这边。那目前呢它是在 Toll Brother 在外面租赁了一些办公室，那么来售卖第一期和第二期，基本上到第三期呢大家都可以来到这个工地的现场的这个售楼处，然后呢也可以直接到里面去看到自己可以购买到的这种地款啊。可以看到现在项目的现场啊，工地的施工车辆特别的多，停车场里也都是停满了。然后里面因为我不方便我进去，我等一下用航拍来给大家展示。那总体来说呢，我觉得Meadows 这个盘的交通这个非常的方便啊，交通位置也非常方便，然后呢生活配套也非常好。到这个最近的小区门口的这个小的一个广场呢，真的只需要30秒一分钟，然后来到这个稍微更大型一点的 Foot Hill Town Center 呢，差不多也只有三个红绿灯，所以基本上就是五分钟范围内，你生活所需要的购买的，要超市啊，去的买牛奶鸡蛋啊，买菜啊，
家居用品的买也有，家居店也有。然后呢，像 Home Depot 这种卖建材市场里面的一些材料，一些家用品、维修用品、灯泡啊等等也全部都有。然后呢，吃饭的刚才快餐店就已经超过20个了，我一圈转下来。然后还有电影院啊，还有一些牙医啊配套的这个诊所啊，还有这个跟动物诊所都有，还有加油站、银行，就是所有你生活能够用到的，就是5分钟范围内全部都有了。而且这边的这个森林湖的房产税只要1.025%，也就是说你的养房成本极低啊，物业费也极低，然后你生活还非常的便利，那就让你的整个生活品质就上升了啊，就让你会觉得这个居住在这个地方，一没有压力，第二又很轻松，所有的这个想买的东西又能够马上能买到，这个又能够节省时间成本，又没有觉得很不方便。那我是个人会对这个Meadows 这个盘，如果说10分，我会给到9.5分啊，真的很棒。那唯一就是它现在的那个学校还没有建起来，那如果说这个学校能够建起来就在小区门口的话，那这就是一个满分小区。好了，那如果还要知道更多的关于这个楼盘的信息的话，那记得联系我哦。好，我是 Coco， 欢迎你们今天收看我的频道。